Hello， 大家好，我是 B 妹。今天呢是某人的生日，所以我要做两尊一组的粘土人来祝贺他。那老样子，就捏出骨架，然后再包上粘土。现在在做的这个是吴孟达，应该很多人都有看过这张网路梗图。在 Facebook 上想祝贺对方生日又想附图的话，常常会附这张。这是电影《整人专家》的其中一幕。其实我没看过这部电影，但这张图真的还蛮常看到的，也有可能是我朋友都有年纪了。刚刚把吴孟达做完了，现在来做刘德华。这部分大家不用太期待，因为帅哥有点难做好，所以我的极限就是把他的五官做出来，鼻子是鼻子，嘴巴是嘴巴，其他就随性了。不知道大家有没有那种朋友，一逮到机会就要引用周星驰电影里面的台词，实在很烦人。为什么要把脑容量花在记这种东西上呢？不过我个人最喜欢的一句话是《大话西游》里面唐三藏为了感化坏人说的一句台词：“人是人他妈生的，妖是妖他妈生的。”只要你有一颗善良的心，就不再是妖，是人妖。我把做完的刘德华粘土给大家看，大家都说不像，有的人说像九孔，有的说像有吉，有的说像五指家，还有说像秦伟了。反正大家只要知道我做的是刘德华就好了。好的，现在进行收尾的部分了，把手臂还有衣领的部分做好，还有双手，然后大拇指，最后放上蛋糕。刘德华也是包上铝箔纸，再包上粘土。他在里面穿的是睡衣的样子，可以贴上衣领，还有手，然后那拿的应该是刀子吧，然后加上睡衣的条纹，差不多完成了。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birthday to you.誕生日おめでとう、誕生日おめでとう、誕生日おめでとう、誕生日おめでとう。生日祝賀哈密达，
Then you shook Hamida. Then you shook Hamida. Then you shook Hamida. Cumpleano Feli. Cumpleano Feli. Cumpleano Feli.Compleanno Feli. 恭祝你福寿与天齐，恭贺你生辰快乐，嘿，年年都有今日，岁岁都有今朝，恭喜你，恭喜你。这孩子真是怎么吃的这样，半茶脸，哎呀，吃到眼睛里面去，嘴巴里面吃。